即使独自一人面对黑暗，我也无所畏惧。本次投稿的人为专精手游，觉得他很猛的话，可以去看看他的频道哦。我的猫耳发型好看吗？喜欢的话记得按个喜欢。帅哥美女们也别忘记订阅哦。我爱你们，我是旁白梅鸡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哦。